这有什么需要吗？哎，你好，我这里写了个纸条，你帮我送到隔壁桌。好的，稍等一下。Hello， 我想过来跟你们一起吃饭，我一个人吃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我过来了哟。很开心给我机会过来跟你们一起吃饭。啊，我想问一下你们什么关系啊？她是我妹妹。哇，妹妹，还是上哦上大学。我去帮你拿个凳子吧。好，那我把菜端过来，我们一起吃。好呀。嗯，好，放这里。哇，好开心啊！哇，谢谢谢谢。哇，突然之间就变丰盛了。那我就坐下跟你们一起吃咯。好的，你可以尝一下我点的这个鱼香肉丝。好呀好呀，妹妹也尝一下。嗯，你们是哪里的？我们四川。怎么南部重庆的？在重庆上的大学。哦，我看你还喜欢喝酒。会一点点。哦，我去上个洗手间，你等我一下。哦，好好。好了吗？好了。接下来你们准备干嘛？我们准备回家。是这样的，我想单独约你。约我干嘛？就是想约你去看看夜景，喝喝咖啡。那好吧。OK， 那我先走了，你出来，早点回来。好，路上小心。拜拜。你妹妹好关心你啊。那你是想去喝点东西还是看夜景？那我们去喝东西。可以。去哪家吃？好，我觉得你笑起来非常好看。谢谢。特别是有两个酒窝，哇，就很美。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。妹妹回去了，我说话都要大胆一些。这里。哦，好。不可以这里点吗？别点，就是原价了。你少喝点，美美可以点。我还是我请你，那怎么办？没事。你相信演员吗？为什么这么问呢？其实我蛮相信的。我感觉你是一个很文静的女孩子。哇，我是就是慢热型的。哦，慢热。对。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慢热吗？就慢慢热情啊。你是逗我玩的吗？我不太会聊天，就是不熟的人不太会，我可能社交很少。哦，但是我感觉你现在还是蛮会聊天的，我都被你逗笑了。你平时喜欢做什么？我喜欢做饭。哇，那你做饭一定很好吃吧？你觉得我做饭好不好吃？猜一下。肯定好吃吧？猜对了。川渝男的都会做饭吗？那肯定嘛，我是怕一个。谁要当你的女朋友，好幸福呀。或许。以后有考虑嫁到我们重庆来吗？你问我是不是单身？现在不就知道了吗？喜欢长大的。哦。今天大伙吃了饭，下次吃你做的。好啊，下次到你家给你做。好啊。我今天写给你的小纸条呢？这里，我替你收着了。咦，去哪儿了？